你物件就对啦。你物件你安尼够证据安尼啊？万一若讲是物件无安尼，才有证据安尼。开起来啦，无内底无物件。啊，你巧咧！这网路买嘛，有啊，一定的啊。你就是网路买的。安尼才有证据。啊，你较功夫啦。啊，你若讲有瑕疵，有啥物拢会使换，你就当好啊。这嘛比较诶，发网路费。